Hello， 我是有穿救生衣的查米。救生腰带，但是我不要讲这个。我是原子换的老爹，是海龟的存在。海龟，海外归来。那今天很特别，因为今天的话，我们上次是因为这边是比较紧，所以我们都用铁板丢到。对。那今天的话，我先带一下后面。我今天吃的距离是比较远。对。那今天距离吃的比较远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学到一个比较新的钓法，叫什么？放流。对，用放流，用米诺去放流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好像还有人说钓不到鱼。对，要把铁板，要把杆子跟绳子丢掉。对。就来试试看好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 go。好，现在是开心的排队放流时间，我要准备排队，这样一个一个。用围铁放流。你是用围铁？三十克的。啊，我，你来排队了。排队啊。你是用 HR 的铁板吧？对，电。对。然后我是用中国米诺。好啦，就要排队哦，要守秩序哦。我们要做个文明人，要守秩序。好。Let's go。好。二号选手预备，哎老远中了，隔壁都玩过去玩，啊！排队排队，我看一下状况。放点线吗？在前面吗？好，等一下等来，你先请。我想要那个地铁上，他们都一直放。罗远中来，查米罗远中啊！哦，超呀超呀！哦，这个拉这个拉，哦，整个杆子。很弯。哇！会不会是外道鱼嘞？有外道鱼，不是。
拖超久的，加油！对啊，拖很久。然后带过来，还是拿在那边去。装备带正确的话，应该可以更多。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离子现在就是因为拿了金鱼饼嘛，因为我的杆子不见了，这边金鱼饼没用到，杆子不见了，已经丢到海里了，已经丢到海里了，可惜，算给你算吗？我算吗？我靠，完全不算，完全不是真的，你真的问高手，如果阿北，你这样说，有人说啊这样子，阿北，我们大哥，我问一下哈，如果呢？钓到鱼，可是鱼没有起来，这样算有钓到鱼吗？就是、被线有看到鱼在前面的。我只要这样说，有没有钓到鱼？那可不算。有了有了，中鱼！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